陶司令，这是吴司令给您带的礼物。他没说什么吗？吴司令说，您信上说的他都明白，按您说的做。好，司令，我先下去了。 李渴望跟你说啥了？鬼鬼祟祟的。男人的事你别管。你当我看不出来啊？你看得出来，你这叫有眼无珠。让我去自讨没趣，我没跟你算账，你还来劲儿呢。咋了？我说的不对呀？行了行了，雪儿，离我远点，别烦我。真是的，碰上鬼了。说什么呢？ 春桃啊，你啥意思？你是故意做给我看的吧？没有，没有。你明明是想把思成抢走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？啊？你知不知道这是陶府大院啊？就你那点能耐，你出得去吗你？ 思成是我儿子，你儿子？谁说你儿子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也就是老爷老太太为你说了话了，我就饶了你这一回。你要是下次再让我撞见，你等着瞧，反贱！思成是我亲生的儿子，怎么样？是你儿子，那也不行。我告诉你，你从今以后。 再敢往思成跟前凑，我挖掉你的眼珠子，打断你的母狼腿！你现在就来打我！你还敢嘴硬？你还敢嘴硬？你还敢嘴硬？你反了天了！你，我告诉你，你别再逼我。好，你等着，我让老爷。 收拾你，等着。姐，我全都搞清楚了，那个林副官啊，就是二虎，没错。啊，那你咋不去问问他呢？哎呀，那咋问呢？ 那要不然我去陶府问问。别，你千万别去。为啥不去啊？你想啊，二虎这么打入陶府，但是冒着杀头的危险呢，这你还不明白？有这么邪乎吗？别理他，和尚又在作呢。 我怎么觉得，老四都知道这些事儿呢？你看，彭掌柜那儿就有他介绍去的。二虎一年多没跟你联系了，他也不着急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嗯，哎，不管那么多了，反正啊，二虎这么改头换面的，肯定有他的打算，咱们可不能坏他的事儿，明白吗？那春桃呢？春桃没长眼睛吗？他们俩在一个院子里，低头不见抬头见。 他难道认不出来那是二虎吗？林大哥，林大哥，你等等。干啥？你一整天跑哪去了？人家找了你一整天。这得问你爹去。你当我不知道你去顾阳了？我爹跟我说了的。我要早知道你去顾阳啊，我就跟你一块儿去了。路上也好有个人说话。我是去办公室。那又怎么了？我跟你一块儿去啊，我又不妨碍你，你办你的公事嘛。 林大哥，今天晚上陶丽媛有戏看，咱们一起去吧。我还有事儿，不能陪你了。哎，你干嘛绷着个脸啊？谁欠你五斗粮了？大小姐。哎呀，别叫我大小姐，难听死了。以后你就叫我思妍好了。
林大哥，你真的不去啊？那好吧，我自己去好了。哎，你咋不在九里香那儿吃饭呢？那魏和尚一见我就巡视，摔东打西的，我心里别扭的很。哎，四叔，你说这事可咋办啊？愁死个人了。这个魏和尚呀，死又死不了，弄得大家心里都不痛快。有好多人劝过九里香，让他把魏和尚弄到后院那个柴屋里算了，可九里香不干。哎，你听，又干上了。哎，作作作，你就作吧，一天到晚你都在作，你到底要作成啥样啊？你是不是个讨债鬼啊？我到底要还你的债还到什么时候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就天天这么闹，你还是个男人吗你？你死了算了你！闭嘴！你吼啥呀？你有啥可吼的？你发脾气还对了？我告诉你，有本事你打我一顿！你要打我一顿，我就你还高看你一眼的。嗯。和尚，你咋了？你是不是病了？和尚，你到底咋了呀？过来！说林副官他为什么不来啊？他不爱干事。谁说的？我那天听他哼哼来着，特别好。是吗？真的不亚于花黄春。哎，爹，你说这个花黄春和林副官长得像不像？你当爹是个傻瓜？是个人就看得出来。二老大爷，这些天的情报全在上面了。陶正远跟吴庆祥正在勾结着成立同盟军的事儿，你想办法赶紧把他交出去。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还有，我的事儿千万别让我哥知道。他们已经知道你在套服了。那没关系。哎，春桃咋样？见过了，但没暴露。那，你打算咋办啊？完成任务，救出春桃。二虎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话？为啥不理我？你来桃府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要是为了救我，你就太傻了。我已经成了陶家的人，我不值得你这样。
正道，我日思夜想要见你，我现在就在你的窗外，可我却不能走进你的屋子。司令，你怎么没去看戏？ 今天这个戏唱的真不错，司令，您要的东西我抄了一遍，您看看。像，像什么？那个武生，他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司令说的是花望春。对，那个花望春。你娘是不是生了双胞胎？没有，就我一个。咋这么像呢？照司令这么一说，我倒真想见见这个花望春。 你见了就知道了，你们俩就跟照镜子似的，是吗？要不你娘生了双胞胎，送走了一个，没准就是呢。这两天胡子频频下山，要防着点。我让耿连长去巡逻，他去了吗？去了，还没回来。 谁呀？哎，老板娘，吃饭呢，快开门啊！哎，老板娘，有吃的吗？老板娘，有啊。酒呢？弄点酒来。行，啥都不缺。是不是缺个男人呐？咋？你真的要走？嗯。 这九里香热热的身子，咋就留不住你呢？四叔，只要魏和尚在一天，我一天都不能留。你这娃呀，也犟得很。不是我犟，四叔，再咋说，那魏和尚才是九里香的男人。他砸也好，闹也好，骂也好，只有九里香能管他，能骂他，对不对？我不能。 可是我又压不住这火，好几次了，我都想冲进屋里头揍他一顿。也是，待着也别扭。老板娘，你说你有男人，咋没见你男人出来招呼营生啊？梁文言。 有我招呼不就行了吗？是不是你男人不敢见人，该不会是野汉子吧？啊！关你屁事儿，这是我的店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臭娘们儿，还反了你了！我就骂你了，怎么了？你干啥呀？也想吃了你！你给我放开！我告诉你啊，我男人可在屋里躺着呢。 我还就进去看看有没有野男人。哎哎哎，别别别，算了算了，别惹事了。这事儿我惹定了。哎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你！让我看这野汉子，还他妈敢打野？你，你给我下来！我，你给我上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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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上
是吧？这帮狗娘养的，是莫文山的土匪。快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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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哪来的枪声？好像是城外。这地界也不安生啊。没事，师母，有一两声枪响是常有的事儿，喝去吧。你从土匪窝子出来的，你当然不害怕了。陶红，看样子咱们的人跟胡子交上火了。我去看看。好的，不过你小心啊，胡子邪性着呢。知道了。 你不管我了，人家都欺负到我头上来了，你不管我的死活了。大龙，为啥我留不住你呢？春桃都做了人家姨太太，都给人家生娃了，你还在等他吗？就算把他等回来了，他也是二虎的呀。我不是因为春桃，我是因为他。 Thank you.
和尚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你不想活了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想逼死我吗？啊！和尚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是不是疯了？九里香，是不是疯了？你这是干啥嘛？你是不是疯了？行了，行了。你干啥去？和尚还在外面躺着呢，我就把他背回来了。让他死在外面，他竟然敢把酒馆给烧了，让他滚得远远的。我不养这样的黑心汉。姐，咋说这话呢？和尚也挺可怜的。大龙，他可怜，他可怜还是我可怜？我辛辛苦苦的治下这份家业，我容易吗？我，大龙，你不知道，在刚开始开这个酒馆的时候，没有生意，我急得我死的心都有了。可是他在哪儿？他几年了，没有回来看过我一眼。可现在呢，他瘫了，走不动了，他回来找我了。行。我好吃好喝的伺候他，他还这样对我。他今天把酒馆给烧了，他明天就可以把我给杀了。只要我九里香还活着，我就不让他进这个门。姐，这样不是个事儿，这样。大龙，我不让你去。这个九里香怎么遇着这么个男人？幸亏火没着大。这个九里香啊，可不是一般的女子。当初她来到城里的时候，孤零零的一个女子，可人家硬把这个酒馆开起来了。是啊，开得红红火火的。这事放上个男人也未必做得到。那几个胡子，打死一个，跑了一个。干得好，司令，您说胡子会不会报复呀？我谅他们也没这个胆量。这些个胡子，这些年也不过就是抢些大户什么的，我这儿他们是不敢来蹭的。真要敢来，我饶不了他。不过这些胡子放着也是个祸害。没关系，等到同盟军成立了。去收拾他们！哼，我不行。
陶正远的人会无缘无故的追杀你们。大当家的，真是这样的？这两年，陶正远的人可没动过咱呀，啊？大哥，彪子这仇得报啊！对，得给彪子报仇呀！这个老贼，春桃在他手上，咱这两年没动他，他都来劲儿了。他以为我苏占山是好欺负的。就是，小哥，我这手早就痒痒了，要不是你怕这怕那的，我早就把桃符捣个稀巴烂了。再说了，大哥，春桃妹子一天不救回来，我这心里一天不踏实啊。哼，大哥，嗯，春桃那丫头长得那个水灵，那个漂亮，拿回来你先用着。大哥，你说啥？大哥，你不就好这口吗？你放屁你！那你明天带人下山，先在陶正远的手里啊，给我挠挠痒痒，行吗？行啊，这有啥不行的？那好，能顺便把春桃给我救出来更好。救不出来，也别硬拼。别为这惹怒了姓陶的，不值。嘿，三当家的，我小声点。你们俩干什么去得事了？没干啥呀？没有，是吧？哎哎，三大家的，是彪子，是彪子干的，跟我没点关系。他干啥了？他想占九里香便宜，没占着，就跟伙计给打起来了。后来，陶家人就来追我们了。你们这些没出息的东西！滚吧！我说当家的，那彪子咋死的啊？是刘一刀派他们下山的，这不就对了？他派下山的人惹了祸，要你去给他报仇，他想得倒美，拿你当傻子呀？哼，别以为我是好糊弄的，那个彪子也不是省油的灯。那死就死了呗。不过，我倒正想会会这个陶正远。你不怕陶正远了？我怕他，他算个啥？诬赖地皮家强盗，他以为他是地方君，比我这当胡子的也强不到哪儿。就凭这个，他就能在明处耀武扬威，你只能在暗处。哼，那我就给他来暗的。我说当家的，你觉得这么做值吗？值。大龙，你要干嘛？我。姐，你打算把他咋办啊？你说咋办？你真的不打算让他进屋了？除非有不长记性，除非有犯贱。你咋说这话呢？这不是个小猫小狗，他是个大活人啊！他这么冻在外头，他会冻死的。他不如死了算了。大龙，你走吧。走啊！我让你走你就走啊！姐，我不走了，我留下来帮你。你说啥？我说我留下来帮你。你真的愿意留下来吗？啊，我愿意留下来，但是你得答应我一条件，咱把和尚背回来，好不好？我不答应。你不答应？不答应。大龙，大龙，他跟你什么关系？你为什么要救他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救他呀？姐，这可是个大活人啊！他就是个活死人。话不能说得这么难听。他魏和尚，他是有对不住你的地方，可是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多可怜啊！你能忍心让他冻死在外头吗？再说了，他冻死你在你家门口，你那酒馆现在就开始舒坦了。他活该。
你不管他，我管。大龙，我答应了，你们都回来吧。大龙，你留下来，我们一起过。你就是我男人。大龙，我跟他已经夫妻一场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拉帮头。和尚，我为你守活寡这么多年，我九里香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情。今天我要留下这个男人，你要是不同意，我只有两条路，要么去死，要么和这个男人远走高飞。你要是同意，你就点点头。你说啥？拉帮套？嗯。你受得了这委屈？那我也不能看着和尚去死。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。其实拉帮套在咱们这儿不是啥稀罕事儿，男人废了，女人找个拉帮套的一起过日子，男人不计较，邻里也不会说三道四的，就那么回事儿了。四叔，我今天就搬过去住。大龙，咋了？四叔，有话就直说。你这一搬过去，可就是九里香的男人了。嗯，我知道。要帮他，就实实在在的帮，别再耍性子了。哎，这个女人啊，为开这个酒馆，没少遭罪。日子刚刚好一点，和尚回来了，娃也死了。命苦啊！九里香可是要强的女人，这事儿要摊在别人身上，早都趴下了。可她不愿意服输。你过去帮她把酒馆好好修一修，啊，缺材料啥的，我这儿有，上我这儿拿。嗯，你放心吧，四叔，我过去以后帮她把屋子修好。我们把日子过好，说着容易，做起来难。不怕，咱有的是力气。光有力气有啥用？要有心。嗯。和尚，你知道这辈子是谁把我坑苦？不是别人，就是你。在嫁给你们魏家之前，
我还是个水灵灵的黄花大闺女。可是自从嫁给你以后，我就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。我想让你疼我，不成；我想给你生个娃，也不成。你爹你娘就把所有的罪都怪到我的头上，说我丧门心，说我生不出娃。我忍，我都忍了。可你呢？一个人走了西口外，你是要脸面了。可是我怎么办？你知道你走了以后，我过的是啥日子吗？你娘每天不是打我，就是骂我。我是个烈性子，好几次我都想去死，我恨不得一把火把那个屋子给烧了。可是我什么也没做，我没动你家人一个指头，我没点一星半点的火，我就那样一个人走出了院子。我来到西口外，我根本就不想去找你。可是我就在想，这么大个地方，难道就没有我容身之地吗？我到了福源城，遇到了韩二他爹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男人，什么是汉子，什么是爷们。韩二他爹用了所有的积蓄给我盖了这间屋子，开了酒馆，从此以后我就变成九里香了。以前你叫魏德万，我叫香草，除了咱俩没有人知道这个名字。你就是和尚，我就是九里香。和尚，你知道吗？自从我开了这个酒馆之后，我就在想，这辈子都不想再遇见你了。咱俩的债两清了，可是你呢，突然出现在酒馆门口，还摊了个身子。你说我能不管你吗？可是你明明知道，在你来之前，大龙就已经是我的男人了。自从你进了这个屋子，他就再也没有进来过。他是个有脸的人，他要脸，你知道吗？和尚，你知道我多恨你吗？我恨不得掐死你，我恨不得捂死你，我恨不得拿酒灌死你。可是我不忍心的。我下不了手啊，我自从你住进这个屋子，大龙他憋屈啊，他委屈啊，可是他什么都没有说。他几次都说要走，是我把他给留下来的。和尚，和尚，你知道吗？大龙要是走了，
我也不活了，我也去死。点火的人就不是你，是我了，你知道吗？和尚，你烧了我的屋子，你把它烧干净了也好，大家都别活了。可是我凭什么陪你去死？你在阳间糟蹋我不够吗？你还要在阴间糟蹋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来的那天，我根本就不想留下你，是大龙非要留下你的。和尚，我让大龙留下来拉帮套，你同意了，我谢谢你。我知道你也是个要脸面的人，我今天我就问你，我让你以后别再闹，你同意吗？